内者进睡池也，乾者乾所谋也，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，近而疏者自不合也，就而不用者拆不得也，去而反求者是中来也，日进前而不遇者思不合也，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，待决事也，故曰不见其类而为之者见亦，不得其情而遂之者见非，得其情乃制其术，此用可出可入，可乾可开。